帮忙碌。饿了，儿子，一会儿妈给你煮饺子吃啊。奶，光忙碌。这孩子一点儿都不受委屈，稍许饿一点儿他就闹腾。去，先抓把花生垫垫啊。妈，包的差不多了吧？哟，这哪够啊，奶文一个人就得吃一大盘子。志刚啊，吃他们哥俩的。妈，我要吃饺子。吃饺子呀、啊、等爸爸回来就煮饺子吃啊。我不要爸爸，我要饺子。这孩子连你爸都不要。妈，不许瞎说啊，爸爸最疼你了，对不对？去吧，去玩去吧啊，一会儿下饺子。也不怪孩子，志刚啊走了四年，回来过几次，每次回来都匆匆忙忙，把钱一放下就跑了。你说这大城市咋就那么亲呢？妈，志刚有出息，没被咱家这几亩地拴死，我就在家伺候您，伺候孩子，让他在大城市里折腾去吧。要不是我这五十大寿啊，他还不回来。志刚，路上小心，早睡早回啊。知道。你让我待我也待不住，店里还一大堆事儿。志刚，要不然还是咱们一块儿去吧。哎呀，不是说好了吗？一个人回去吧。你放心吧，我一个人会处理好的。啊。哎，你别怪我啰嗦啊，咱俩的事儿啊，再瞒也瞒不住了，长痛不如短痛。你跟你妈呀，好好说说，这回啊，跟你媳妇儿有个了断。对了，这钱你拿着，我也不知道咱妈喜欢吃什么，她需要什么你就给她买点什么。不用，我这有钱。再说店里现在正需要钱，你留着吧。管你的我的呀，都是咱俩的，怎么了？我的钱扎手啊？拿着拿着，别忘了给妈那寿宴呢，要过得红红火火的，嗯，一定让妈高兴。嗯。爸爸，我也要去。宝贝啊。爸爸去给奶奶祝寿，你在家好好听妈妈话啊、嗯！爸爸回来给你带枣吃。不嘛，我要跟爸爸去看奶奶。回头爸爸再领你去啊，这次就不去了。小梅乖，快亲亲爸爸。嗯，好，乖女儿，我走了。哎，我们娘俩等你回来啊。好了，走了。哎，志刚，跟你媳妇好好说，别动气。我走了。妈妈，爸爸的媳妇儿是谁呀？就是妈妈我呀，我就是爸爸的媳妇儿啊。妈，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，赶快洗手吃饭。哎，哥。妈，您太奢侈了。没奢着，都是现钱买的。我说那奢侈的意思，就是太浪费了。它里面包了那么多饺子，还做那么多菜干嘛？咱们中午啊吃馍。不，那放那么多饺子不吃，吃什么馍？你哥呀，明天早上火车就到了，咱们啊早晨吃饺子，中午吃猪肉大肠。哎，吃饭了。走的，你去给小满下盘饺子。不用，小满爱吃馍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哥没回来，这饺子谁也不许动。他凭什么呀？一年回不了一次家，他还有功了。吃不吃？不吃回屋去。我这饭桌上谁也不准起高腔。哎，奶文，甭管他，甭管他，咱们吃咱们的。奶文，没睡呢吧？嫂子进来了啊。厨房里还有点馅儿，我给你先煎几个饺子，快吃，趁热。我不吃，不饿。哎呦，行了行了，别生气了，快吃了快吃了，趁热吃，待会儿再学。嫂子，你知道我不是为了这口吃的。奶文啊，嫂子知道，你是替嫂子生气呢，对不？你说我哥哪有个当爹的样吗？当初你为了生小满，就差点没死在医院里面，现在小满都快五岁了，他抱过几回啊？奶文，人都有自己的命。
男人在外边奔波赚钱，女人就该在家里生孩子、洗衣服、做饭，多少年了都是这么过来的。你哥他在外边赚钱，奔自己的事业，那是应当的。他奔出什么了？啊，以为每个月给家里面寄点钱就算完成任务了？行了行了，不行生那么大气的啊，赶紧吃了。还算你小子有良心啊，还知道过来看看老同学，陪老同学喝喝酒。你说我这酒楼开了多少年了啊？你总共来了几回啊？这人呢，我跟你说，一当领导就没劲。首先先跟这平头百姓划清界限。你哪儿那么多话呀？啊，来来来来来，我今天啊，好好的陪陪咱们这个马主任啊。向东啊，咱都自己兄弟啊。我一直想跟你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。你说，你说。按理说，我提了办公室主任，我应该高兴。可是我真的高兴不起来。丽华生奋斗的时候，我陪领导下乡检查工作。可是，一回来，丽华生孩子难产，人没了。我老是觉得呀，我特别对不起丽华。我觉得我办公室主任这位子，是丽华的命换来的。你可千万别这么想，你呢也是为了工作。你说就当初丽华那种情况，你就是陪在身边，你说你也帮不上忙啊？那怎么也不一样呀，那我在最起码他能抓着我的手啊。丽宝，我还得劝你，这人呢总得往前看嘛。你说这件事已经过去四年多，有合适该找你就得找。你说你不为你自己考虑，对不对？你得为奋斗考虑。奋斗需要干嘛？服务员，来点菜。来，快快快！可真要找一个把奋斗当成亲生儿子的妈不容易，你到哪儿找去？哎，哎呦！这老进门了，你说说，你还在这忙活，也不收拾收拾自己，这灰头土脸的。妈，志刚爱吃豆腐，我给他压一碗。拉倒吧，志刚在城里干大饭店，什么好豆腐没吃过呀？还非得吃这一口？妈，城里那豆腐好看，可都是石膏点的，不如咱自己家卤水点的好吃。来，志刚就爱吃我磨的豆腐。妈，哎，您别插手了，快快快。您歇着去吧，啊，我这马上就完啊。嫂，妈，我上学去了啊。哎，不是下午没课了吗？今天我们老师也开小灶，就我哥回来又不搅一咱爹就走，见不见？不差那么会儿。哎，让他去，让他去啊，去吧去吧，上课去。我走了。你说你一个人能撑四年，你还能撑40年呢？啊，与其到时候找一个老太太，你也不如现在找一年轻的。结婚有什么好？一张纸压死人。哎，我说哥们儿，要不然一块儿过来坐吃呗，别一人喝闷酒啊。来来来来，拼个桌。来，服务员，把没上的菜都拿这桌来。哎呀，哥们儿，虽然说这顾客是上帝，可是今天我得驳你一句话。你说结婚怎么就不好了？结婚本身没什么不好，关键是得找对人呢。哎，这句话在理儿。你像我，当年为了孝敬我妈，早早就结婚了，就想着这三亩地一头牛，老婆孩子热炕头，就这么过着挺好。
可谁知道啊，出去闯荡了世界以后，哎，那闯荡世界后来怎么了？我媳妇儿啊，不错，应该说十里八乡的，也是个贤惠人。可那是给我妈娶的呀。你说我现在遇上我中意的了，那张纸又死死的把我压着。明白了，第三者。哎，我说一句啊，你刚才说了媳妇儿挺好的，这离婚呀，不能光考虑自己，得考虑考虑老人跟孩子，真的。是啊，所以我就一直在躲，尽量不回来。可这躲到什么时候算个头啊？啊，躲四年，我不能躲四十年呢。哎呀，有些话呀，早晚得说，有些事儿早晚得办。你这是叫身在福中不知福。你说你发愁俩媳妇儿，我们这还发愁没媳妇儿呢。这也叫福啊？都是折磨呀，钝刀子割肉，我都挨了四年了。哎，你住哪儿啊？你那这是？啊，我就住郭村，这下了火车，汽车没赶上。哎，来，不说了，来，今天我请了啊。哎，刘源跟你们俩见。来来来啊，来。哎，哥们儿，我看你还少喝点。哎，别的呀，酒逢知己千杯少，好不容易碰上一个能聊得来的，是不是？小红，上酒。我点那些菜呢，快上啊！哎，把这拿回去，换咱那顶级国安，其他掌声。行。我这一辈子呀，就给这哥俩操心了，也真是这老天爷，送走了一个老爷们儿，给我留下两个小爷们儿。这俩孩子呀，一文一武，一个是踢死牛，一个是闷死牛，全让我赶上了。妈，要不说您有福气呢。要福气，真是福气大了。哎呀，这个我一个女人家的，带着俩孩子，两亩地，我哪顾得过来呀？说实话，志刚啊，就盯半拉爹使唤。哪门开家长会呀、啊，都是他去。可毕竟是孩子，贪玩啊。一不留神，一壶开水浇哪门身上。我这个心疼啊。妈，哪门不会为这事儿记恨、啊、的。我就是害怕呀，将来哪门不好找媳妇儿。妈，不会吧。乃文是咱这四里八乡的小秀才，人长得又好，这事儿啊您不用担心。哎，咱那个乡长那闺女叫啥来着？是不是啊？随丽，对，她是不是看上咱乃文了啊？我觉得好像是有点。哎，要说这随乡长呢，她这闺女，她也应该算是个干部家庭，人也还挺老实。我觉得那姑娘挺仁义的。长得也挺喜庆的哈，俩人都老大不小了。要是他们哥俩呀，现在每个人都家里呀和和美美的，我什么时候走我都闭眼。呸呸呸，妈，怎么说这么不吉利的话？您这刚五十，以后日子还长呢，您能活到一百岁，那我不成妖精了？妈，该回来了吧？嘿，哥们儿，醒醒！嘿，醒醒！嘿，你看这喝闷酒喝的，喝成这样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啊，就这种一进了城就变心的男人，就像给他扔到大街上的。你怎么说话呢？哎，小诺，你找个车给他送回去。你还要送他去啊？你把他扔我那库房，让他睡醒一觉自己走就完了。你挣钱挣得黑了心了？你刚才挣点多少钱呢？哎，我跟你说。这要出了事儿，你担责任的啊！对对对，我去给你找车去。哎，他住哪儿啊？不是刚才说是郭村吗？你快找吧，郭村。行行行，哎，哥们儿，哥们儿。
大娘，这是马大哥，哎，就他把我哥送回来的。您是郭志刚的家人吧？哎，您稍等一下，哥，放一放。哎，咋成这样了？你说这到家门口了，不说回家喝去，真喝成这个样子。下了火车没赶上汽车，他所以饭馆先吃了一口。你是他朋友啊？给他灌成这样的？我们不认识。一个饭馆吃饭，本来是两桌人，这后来也算缘分吧，吃一起了。咋就成酒腻子了？还不快回去！慢点啊！给他烧点开水，沏壶茶，涮涮肠子。我知道了。行，妈，那我先回啊。慢点啊！谢谢。哦，同志啊，到家喝口水去吧。哦，不了，您忙您的，这车还等着呢。那行，我不送了啊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哎，谢谢啊。别客气，再见啊。师傅，咱们走吧。进来吗？妈，睡吧。秋啊，孩子，我抱走，你们踏踏实实睡啊。妈，让他在这儿睡吧。哎，妈，行了，你赶快来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跟慢点啊。哎呦，快睡吧，快睡吧啊。昨天怎么回来的？啊，昨天下午多亏一个好心人把你送回来了，你这一觉就睡到这会儿了。哎呀，好累呀！哎呀，哪儿累了？我给你捏捏。不是不是，我啊不是累，我就是喝多了头晕，别动我，别碰我，别晕晕晕晕。晕志刚，你这一走，又是一年多了。工作太忙了，尤其是现在当了副总，事儿就更多了。我就知道我嫁了个好男人。不是，满秋，满秋，热，热。我不热。回来我还没看着妈呢，我上妈那儿看了。回来，
妈这会儿还没起呢，小满也在妈那屋呢，一会儿再过去啊。喝多了，菊哥，你想我不？我可想你了，天天都想。带我去城里吧，我在城里天天伺候你，好不好？菊哥，菊哥。完全不行，我喝多了难受，胃难受。志刚，满秋，刚，哎，志刚，满秋，我难受。哎呀，不是，我这都要吐了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现在没心情。你说啥呢？我说我现在没这个心情。你前三个字说的啥？对不起啊。你咋能跟我说对不起啊？哎呀，对不起怎么了？在城里一天都说一百多遍对不起。可咱这是郭村儿，在郭村儿，两口子之间哪能说对不起啊？哎呀，我去刷牙洗脸吧。我来。志哥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没对不起我吧？哎呀，你说啥呢？志哥，你骗不了我。你的嘴能骗我，你的身子骗不了我。哎呀，松开！满秋啊，咱俩离婚吧。你说啥？咱俩离婚吧。昨天没太睡好，嗨，今儿啊抓空多歇歇啊！哎，奶文、志刚，吃饭了。吃啊，哎，快，奶妈，吃饭，吃完完了饭，爸带你去玩，啊，吃吧。你们先吃，我进去收拾收拾。哎呀，你快你吃啊，这菜老多了。一会儿我吃，妈妈。奶文要高考了吧？嗯。打算考个什么学校？随便。什么叫随便呀？咱得有个方向啊。没有。奶文，你把他书放下。全家人好容易聚在一块吃个饭。那就差这几分钟啊！志刚啊，哎，你这次回来住几天呢？咱也得给您做完寿、磕完头再走啊。妈，这两年咱们家日子宽裕了，我想啊，要办咱就办大的，把乡里乡亲们都请来，开他三天流水席，好。呵，真是气派啊！我爸走得早，您这半辈子啊，太不容易了。给，借着给您祝寿，咱好好办一办，让他们都看看，咱老郭家也站起来了。这是干啥呀？
用不了那么多，够买五六个整猪崽的了。行吗？买猪崽咱还有买猪崽的钱，这就是万寿的钱，啊。满秋，哎，你出来，啊，出来出来，给，收着，这是你男人挣的。你男人也发话了，穷日子啊有穷日子的过法，富日子咱也不能抠搜了，收着。妈，妈让拿就拿着吧。这看看，以后得多跟他亲近亲近，要不然呢不认你这个当爹的了。慢点啊。妈，儿子，来，儿子，爸爸跟你好啊。哦，对了，乃文，去上哪借个照相机去啊？等过寿那天，咱们全家好好照个全家福。啊。问你个事儿，我叫随丽，不叫爱。你们家有相机吗？干嘛呀？相机还能干嘛？当然是照相啊。哎，我说你这人啊，你管别人借东西，你就不会好好说话呀？借我用用吧，我哥回来了。行吧。那，你有胶卷吗？呀。没事，我去城里买。不用了，正好我相机里还剩半卷，你拿去用吧。行啊，我到时候还你啊。哎，你得答应我一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跟我合个影。妈，这些都是给您买的营养品。净花冤枉钱。那再营养，比那大米白面有营养。哎呀，给您买了，您可一定得吃啊！人家城里的那些老太太啊，都吃这玩意儿，五十瞅着都像三十似的。那不成妖精了？行，难得你有这份孝心，我收着了。哎，还有啊，我给小马买的皮鞋，你看这都是。哎呦，你可真够省心的。你把他一辈子的鞋都买上了，男孩脚丫子长得快，这都是皮鞋。呵，质量挺好。哎，给你媳妇儿买啥了？哦，秋啊，你来，你看志刚给你买啥了？妈，啊，你试试这个。多漂亮啊！以后啊，先给媳妇儿，媳妇儿口红，记着啊。哎，是啊，到了。乃文，你继续坐会儿吧。我不进去了，你带你去拿去吧。行，那你等我啊。哎，快点！哎，爸，我拿东西。叔叔，乃文，哎，那来了，咋不进屋呢？我就不进去了，我是来借点东西，马上就走。不，你进去吧，真不进去了。叔叔，您进去吧。乃文，哎，走吧。等会儿，哎，啊，干啥去？这是我们照相去。啊，那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啊，我们走了，爸。叔叔，我们走了。啊，那啥，多照几张，不着急，回来吃饭啊。干哥，干哥，干哥，哎呀！哎呀妈呀，干哥，你不给钱？还行，哎，嫂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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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是刚哥高，给他讲讲那女人相片啊，有没有？他要是真想藏啊，我也翻不着。哎呀，哟，中华抽这么好烟，哥，这是名烟呐，这几年没少挣吧？志刚，改明儿你也带咱们出去闯闯，老在这破地方待着，把人都给带废了。对呀，你以为出去容易啊？
家里有家里的好，外边有外边的难，好好在家待着吧。哎，嫂子，嫂子，今天晚上把志刚跟静静，对，静静，静静，静静，不行啊！这志刚昨天刚回来，在市里就喝醉了，这睡了一天，这刚醒俩小时又让你们给拽走。大娘，志刚哥可是我们偶像，我们还有事要请教他呢。志刚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就不说让让你们嫂子？让归让，谈多嚼不烂，俺们不是担心志刚哥这小身板吗？对对呀、啊。嫂子，他心要是走了，我拿绳子也拴不住，不是？扶我上去。哎，慢点啊。来，你呢，在这儿。来，我看看啊。你快点啊。好。好了吗？快点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一、二、三，茄子。小满，你看小叔带什么回来了？小叔，我要照相。照啊！一会儿吃完饭，大家一块照。妈，相机我借回来了。行，先搁那儿，吃完饭再说。哎，嫂，我哥呢？顺子小树他们一帮人拉他去喝酒了，又喝酒去了。这头一天回来就喝成一滩泥，今天又接着喝。都是从小长大的朋友，不去不是不合适吗？你看吧，听说他要回来，咱就开始杀猪包饺子。这人不到，这包好的饺子小满都吃不上一口。一年回不了一次，咱这家也过得好好的，咱把他当个爷，他尊重过谁呀？闭嘴。有什么话吃完饭再说。坐下吃饭，坐下。妈，来吃饭了。来来来，叔叔叔叔，今天必须得再陪志刚哥，再走一个。来，走个，来来，给哥倒上。这大城市是养人啊。哎，你看这志刚这酒量，嗓子往上涨。哎呀，喝酒啊，就是讲究个心情，这心情在，咋喝咋有理。志刚哥这不出去四年了吗？回来真是高兴。来，来，志刚哥，这儿。你小子会说话了。给哥倒上。行了，差不多了。啊。给哥倒上。倒倒倒。我还能跟嫂子抢你是咋的？给哥倒，给哥倒，倒上，行行行，我给你倒，给你倒，给你倒。我高兴啊！我回家了，老娘挺好，儿子挺好，我兄弟也挺好，我高兴。高兴。今天咱没别的事儿，就是喝酒，喝酒。哎呦，喝。给哥倒上来，快点快点，给哥倒上。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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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倒上，倒上倒上。咋了？我哪知道啊？是有什么心事儿啊？你看这。志刚哥，别动啊！别动啊！回来两天，两天醉的就跟死狗似的。妈，以后您得好好劝劝他，为了自己的身体，也不能这么喝。有媳妇了，就得听媳妇的。秋啊，哎，志刚回来这两天没跟你念叨啥呀？念叨啥呀，妈？
志刚啊，是有点酒量，可以往他不沾这玩意儿啊，这回这是怎么了？他是不是心里憋屈着什么事儿呢？不会吧，妈，能有啥事儿啊？志刚一个人在城里打工不容易，肯定老得跟人家喝酒，就是把酒虫给勾出来了，人都会变的。在饭店干就变成酒腻子了？这城里呀，满大街都是漂亮姑娘，还想什么？妈，志刚不是那种人。他敢。回头啊，我好好敲打敲打他。早点睡吧。行了，行行行，行了。一大早的抽什么风啊？妈，昨晚醉得跟烂泥似的，这一大清早又卖腱子肉啊？这很久不干力气活了，肉皮子发紧，出点汗松快松快。行了，别犯彪了，来穿上。我不冷，我还热呢嘛。行了，皮不少了，大早上起来的，回去吃饭。这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多给披点存着。咋的呀？你不在这些年，我们烧自己大腿啊？没冻着，这不这些年都靠你媳妇儿一点点的劈呀。我跟你说话啊，从今天起不许到外边喝混酒去，每天晚上回来醉得跟个死猪似的。都走这么些年了，不替自己想，也不替你媳妇儿想啊。妈，咋的呀？我说不对呀。嫂，我哥这是咋的了？哪来那么大股邪劲儿？就跟那柴火招惹他似的，发的什么狠？嫂，咋的了？他招惹你了？没咋的。你嫂子怎么了？儿在娘心上。
水长。